首先我们把一条香蕉去皮，再把它压烂，把压烂的香蕉倒入一个大碗中，加入面粉、糖、一粒鸡蛋、化粉，融化的牛油，再加入牛奶，如果没有牛奶可以加清水，搅拌均匀。现在我们把面糊过滤，使得面糊呢更加幼滑。过滤之后，我们把面糊静置20分钟。取另外一条香蕉，把香蕉切成薄片，不粘锅刷上一点点油，倒入两匙的面糊，铺上香蕉片，翻面再煎。煎至稍微金黄便可取出。简单易做的香蕉煎糕便完成了。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。